感谢朋友们对《求医不如求己》这本书的关注与支持。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摆脱对疾病的恐惧，树立对身体健康自愈的信心。我们生病了上医院，去找有经验的医生帮我们诊断病因，用先进的仪器去查清我们的病源，这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对身体负责的表现。但是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医生只能帮助我们暂时消除病痛，却不能让我们长久保持健康。如果您要想获得真正健康快乐的生活，而不是整天与疾病作战，您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能量库，打开它，您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身体本来就百药俱全。在我们身上随身的药囊就是每个人都有的经络和穴位。人体有12条经络，360多个穴位，您不用担心自己学不会，不用担心自己记不住。其实我们真正需要记住的只是20几个最常用最重要的穴位就可以了。你一天记住3个，一周的时间也就可以收集于心了。当你一旦出现了症状，这个时候您就把穴位找出来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它的神奇功效。它不会让你失望的，而是通常会带给你惊喜。人体经络是我们强身健体的法宝，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来打通它，也可以通过形体动作来锻炼它。疾病并不可怕，只要经络畅通，我们就百病不生。肺经呢，要按这个《黄帝内经》上说呀，肺经主什么呢？主咳喘、心烦、掌中热、手心发热、心里烦躁、咳喘、咳嗽，一般都跟肺有点关系。这肺经的这个走向是从哪儿走呢？从胸走手，第一个穴叫中府，胸骨旁开6寸，也就是4个横指是3寸，再4个横指6寸，这个位置。中呢，在这里边有什么意思？就是中气的意思，中气之府。什么是中气？有人大夫说你中气不足了，中气指的是哪里呢？是指脾肺之气，叫中气。所以中府呢，是脾肺之气汇聚的地方。这个穴位呢，所以它就可以兼治脾肺2脏之病。一是气不足，喘不上气儿了，这个中府可以治，中气不足嘛。还有一个呢，这个脾有问题，就是腹胀，消化不好，都可以按中府。水肿，脾的运化不好会造成水肿，按中府也管用。所以中府啊，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治疗咳喘。再往下走，天府穴，腋横纹下3寸，这个位置。古人找的有一个比较简洁的方法，就是把2个手平举，然后呢在鼻子上点一墨点，拿那墨点那个这个鼻头啊去，这块就会有一个墨点。这天府，古人讲叫鼻气通于天，肺开窍于鼻，所以就跟鼻子有关系。所以现在来直接给翻译过来，是治疗什么呢？过敏性鼻炎的药穴。
所以大家其他都不用记，知道这个穴能治疗过敏性鼻炎，而且跟鼻子有关系，这还有一墨点，记住这个就行了。天府，天府再往下走，这个穴位肘横纹，肘横纹边旁边那块，外侧这块，这块叫做尺泽，尺寸的尺，泽呢沼泽的泽，尺泽，这个尺在这里啊并不是尺寸的含义，尽管有的书上会这么解释，这个尺呢在这里是暗指肾的意思，暗指人体肾脏的意思。泽呢也不是水泽的意思，它是阳光雨露那个雨露的意思。这个雨露引申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恩泽，就是灌溉。尺泽呢就是补肾的穴位，所以这个地方是灌溉肾，那就是补肾，恩泽肾也是补肾，所以这个是肾的补穴。这个在五行当中，咱们进一步学习中医理论就可以知道，中医里边很讲五行，五行当中呢肺经是属金的，这个穴呢是金中的水穴，水是指什么？是肾，所以这里有金生水，按这个理论来讲也是补肾的含义，所以这个穴要记住是补肾的穴。这个穴补肾了，肾虚会有一什么呀？会有一个叫上实下虚，就是头重脚轻的意思，我下边虚了，上面很实，气都拥上面了，为什么？肾虚，叫肾不纳气了，通过揉这个穴呢把气可以降下去，有降逆气的作用。降逆气能治疗什么病呢？高血压病、哮喘病都是逆气上来，所以这个穴可以治疗高血压，又可以治疗哮喘。尺泽穴很重要。再往下走，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书中写是这个掌横纹、腕横纹这块上边7寸，7寸怎么找？4个手指头就是3寸，再加上4个手指6寸，然后再加一个大拇指，大拇指这块叫1寸，加上1寸啊，大概就这个位置，就是7寸。用手点揉这个穴，这个穴位呢也是比较深的，要稍微的用一点力气。这个穴位叫孔最穴，孔，毛孔的孔，孔窍的孔，最，最大的最，所以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就是汇聚的意思。孔最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这块管着所有的孔，毛孔，沾孔的地方都由他来主管，鼻孔他来管，所以鼻出血什么的，哎，刺激孔最。还有什么？肛门那块的痔疮他也管，所以他跟孔有关系，你知道吧？所以他是一个治痔疮的一个药穴。另外一方面，有的人说大夏天的毛孔啊还闭着呢，出不了汗，刺激孔最穴还有发汗的这种作用，它可以调节孔窍，所以孔最这个穴呢也很重要。而且孔最这个穴是肺经的一个溪穴，所谓溪是治什么呢？是治急性病的，所以我急性咳嗽、急性的这个咽喉痛，揉孔最也是会有效果的。这个肺经上这些穴位啊都很重要。再往下走，这块呢有一个穴叫列缺，列缺穴怎么去寻找？很好找，告诉大家一方法：两个颌骨相对，虎口这块相对上，食指下边的凹陷处，这就是列缺。你看这一看，一摸，哎，这一个凹陷的地方，比别处都疼一点。其实列缺这个穴位呢，治疗的范围极广，但是大家都很轻视这个穴。为什么？这穴位啊不好找，不好找，大家就很少去用，也找不太准。这个方法要可以仔细的去找一找那个凹陷，它可以治疗什么呢？
它可以治疗一个小儿遗尿，还可以治疗偏头痛，尤其是外感风寒引起的头痛，而且就是睡觉了落枕了，也是由于风寒进来了，让我这块肩膀落枕了，治疗这样的。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什么，就头项寻列缺，头项寻列缺，就头项方面有病，找到列缺穴。所以列缺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再往下找，咱们可以找到一个荆渠。荆渠这个穴啊，也不是非常好找。这一个脑骨头，大家摸这儿有一个骨头，这脑骨头。脑骨头呢，叫脑骨茎突。这专业术语啊，咱也没必要记住，只要记住这儿有根骨头凸起来就可以了。然后呢，侧着往外侧揉，顶着这个骨头揉，这就是荆渠穴。直上直下，只能揉在骨头上，它在骨头边缘往外推，就能揉到这个穴了。揉到这个穴才真正能起效。荆渠穴，荆渠管什么用呢？是治疗咳嗽的要穴，它是肺经的精穴。不管你是虚寒性的咳嗽，还是肺热引起的咳嗽，它都可以通治。所以只要是咳嗽都可以揉荆渠。再往下走，挨着这个荆渠这块这个穴，这穴叫太渊，渊深渊的渊，所以就证明这穴很深啊。你要使劲这么掐可能都掐不到。告诉大家一个方法，怎么就能揉到这个穴呢？用大指的关节往下硌它，往下这么硌它，哎，它卡着你了，正好你这么一硌就硌着那个穴了，而且很痛。然后你还可以来回搓搓，看这个穴很痛，这时候这个穴真正起效。这个穴呢是肺经的原穴，它补气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它是一个大补穴，是补气的。如果这人说我气不足，肺气虚，喘不上气儿了，要多揉这个，它是一个大补气大补穴。另外一方面呢，肺朝百脉，这个穴位啊又是脉之会穴，人体的脉都在这里汇聚，就由它所掌控。所以我说什么我有静脉曲张啊，心血管病啊，只要跟脉有关的都可以揉太冲这个太渊穴，都会有缓解。所以太渊穴这个穴也很重要。再往下走叫鱼际穴。鱼际穴为什么叫鱼际？你看啊，这个穴位啊，这个位置大家看像不像一个鱼肚子，哎呀，所以鱼肚子的边际那就鱼际，所以这个穴就在这里，很好找啊。这个穴呢，这个属性来讲它属于火穴，所以治疗热性的咳嗽喘促有效果，心中烦热揉鱼际也管用。另外它也治疗小孩肝积症，消化不好肚子那儿停食了，哎，可以揉鱼际。再往下走最后一个穴，这个穴叫少商。少商的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就行，它是治疗咽喉痛的药穴。不管你是外感风寒引起的咽喉痛，还是由于肾虚引起的咽喉痛，虚火上升引起咽喉痛，但这个穴呢，这么指掐的效果也有用，不是最佳。最佳用三棱针轻轻点刺，挤出一滴血来，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嗓子马上会轻松。肠经呢，主要有三个最明显的功效。打通大肠经就可以有效的防治皮肤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呢？因为这个在经络里呢有一个肺与大肠相表里，
这个中医里边讲肺主皮毛，就是皮毛上面有问题，这个皮毛是皮肤和毫毛，这个毛是指毫毛，肺是主皮毛的，所以皮肤好不好的功能是由肺来主的。但是中医有一个观点，就是肺与大肠相表里，相表里是什么含义呢？肺在内室，这大肠在客厅，他们俩是这么一个关系。如果肺的一些浊气可以直接排泄不出去的东西，可以直接给到大肠去，通过大肠来排泄掉。所以来讲呢，如果肺的功能弱了，体内的毒素不能及时出去，就会在大肠经来淤积。所以如果要是治疗脸上的痘疹，身上起的这湿疹这些问题，大肠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用刮痧法把里面积攒的淤毒刮出去，这个方法是比较简洁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大肠呢，在这个经络里呢是属于阳明经，阳明的意思呢就是气血很旺，气旺血也旺的一个经络，所以这个经络里面呢气血很足，它可以帮助人体啊增强人体的阳气。但是如果阳气过旺的人呢，他可以通过这一条来把多余的火气泄掉，所以它是一个调节人体阳气的这么一条重要的经络。有的人说我经常手肿胀，大肠经就用上了，因为肿胀的原因就是有火气在里边，在经络里面才会肿才会胀。这时候呢，只要按摩大肠经的痛点敏感点，把这个痛点给它揉散，这个肿胀也就逐渐的消失了。大肠经呢还有很好的通便效果，其实整条大肠经咱们都可以经过敲打它按揉它达到通便的效果。比如说我们排便不畅，你就敲打小臂这一段，你可以边排便的时候边敲打，可能效果更明显。尤其有长期便秘的人，在揉一下这一段很痛很敏感，我们要经常按摩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排便的方法，推按二三间到商阳穴这一段大肠经，怎么推按？用大指的内侧骨节往下推，一直推到商阳穴，只要这么做，你就会感觉到肚子在运动，大便就很容易下来，一定要使劲推它，这边要推，两边都要推，一定要推到商阳穴，从这商阳穴推出去才会真正起效。这是通大便的，可以说是捷径了。大肠经的走向是从食指商阳穴开始，商阳穴的位置在食指指节盖的外侧，就在这个位置。这个穴位呢通常你不好按，你用大拇指绝对按不到，怎么去找这个穴位？要用指甲掐它，掐一掐就很容易找到这个穴位。别看这个穴位很小，但是它有很多重要的功能，因为它是大肠经的起始穴，所以呢它对于调节便秘很有效果。然后呢再往上走，有一个穴位叫合谷穴，这也算是人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强壮穴位。揉合谷穴呢主要的作用就是止痛。止哪里痛呢？最有效的就是止面部的疼痛。而面部疼痛有什么三叉神经痛啊、面部痉挛啊这些问题，但是最有效的是指牙痛。比如我现在牙痛了，赶紧掐合谷穴1分钟，马上止痛。
但是怎么掐才有效果？如果我右侧牙痛，我就要掐左侧的合谷穴；左侧牙痛要掐右侧的合谷穴，才会有效。但是呢，如果你想更加立竿见影的效果，最好同时掐一下耳垂贴近面颊的部位，这个是在同侧。比如说我在右侧牙痛，我要掐右侧耳垂，最好呢是找个朋友，你来掐这个，他来给你掐合谷，你这两边你不能全顾上，是吧？他掐着你的合谷不动，然后你掐这个穴位，这个就叫牙痛点。有一个穴位呢，这个穴位也很重要，这个穴位叫温流。温呢是温暖的温，流呢是这个一个三点水一个流，流下来的流。这个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水到这儿停止了的意思。停止了呢，水不会停止，其实它只是在这儿聚集住了，啊，灌注的多了。温流呢，这块就是人体的阳气在这里聚集起来了，所以这个穴位呢有补阳气的作用。如果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用艾灸经常灸灸温流穴，你就会觉得浑身很温暖。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身体有燥热的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也用刮痧法给它泄泄火，有同样泄火的作用。而且温流是大肠经的溪穴，所谓溪穴呢就是深层的穴位。溪穴治什么？治急症。比如说今天我起了一个痘痘，凸起的，赶紧揉这个温流穴，你再看第二天你的痘痘又就下去了。所以这个温流穴很重要。再往上走呢，叫曲池穴。曲池穴这个穴呢比较深，不太容易揉到。怎么找这个穴位呢？把肘一屈，找一个肘横纹，是吧？在肘横纹的端点处就是曲池穴啊，你可以很深的掐一掐它。这个穴呢有降血压的作用，降血压的功效还是很明显的。还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治疗很多的皮肤上的疾病。另外一方面，它有通便的效果，因为它是大肠经的合穴，合穴治脏腑，所以它是可以治疗腹部的疾患。它又是大肠经，它又是合穴，所以可以有通大肠的功效啊。所以经常揉一揉曲池穴，可以去除很多皮肤方面的疾病，还可以清洁大肠。其实皮肤病很多原因都跟大肠直接有关系，有好多人就便秘长期的，所以他就容易有皮肤病长疙瘩。你把这个大便通畅了，体内的毒素从下焦出去了，它就不往上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曲池穴是一个排毒的穴位，所以大家经常揉一揉。顺着这个曲池穴再往上走，这块呢有一个叫肩俞穴。怎么找这个肩俞穴？把手伸平了，这儿一个窝，这个大家可以摸到这个窝，你揉这个窝的正中心很痛，拿这个食指这个使劲点它，只要转转一揉，这个穴很痛。这个穴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穴肩俞穴呢是人体最容易受风寒的穴位。好多这个人过了50岁以后就得50肩，什么肩膀肩周炎，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光着大膀子睡觉，或者只穿一个跨栏背心，夜里风寒很容易从肩俞穴进去。所以有人拔一个罐，这些地方你都拔一个罐，你看看哪个地方会是最黑的罐，通常都是一个肩俞穴。
为什么？这里风寒太多了，淤血太多了。所以来讲呢，我们要防止风寒进去，在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穿上短袖的这个背心儿，不要光着大膀子睡觉，也不要穿一个跨栏背心儿，这样风寒很容易进去。这种风寒呢，在短期看不出来，尤其有内热的体质的人，但是在五十岁以后就很容易得肩膀关节方面的问题，尤其得了这个五十肩啊，就很难去除根。为什么很难治呢？是因为它不是一天积的寒，它也许积了几十年了，这寒气太大了啊，里边已经形成了淤血，很深的淤血了，所以它不好治疗了。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叫防患于未然。这边的经走到这块来，它的末止穴是叫迎香穴。迎香穴呢，知道这个名字迎香啊，就可以迎到香味了。就说这个穴位呢有通鼻窍的功效，一揉这迎香穴，鼻子觉得通畅了，所以它是一个治疗鼻炎的一个药穴。只要鼻子方面有问题，是鼻炎呀，还有闻不到气味啊，还有鼻子出血啊，都可以在迎香穴经常的按摩点揉，就会有效果。下面讲一条经络，是关于美容的一条经络，讲胃经。胃的功能大家都知道，是胃主消化，把食物消化掉，而且在中医讲呢，就是胃为后天之本，就日常的饮食的营养要靠胃来供应，所以的胃的功能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人的就是讲美容呢，就得从面部来讲，就是面部气色不好，面部的皮肤啊容易松弛，岁数大了容易长痘痘，容易脸色苍白，气血供应不上。这个来讲呢，主要咱们可以从胃经来给它调整好了。首先讲一个药穴，胃经的药穴就叫四白穴。这四白穴呢，说为什么它叫药穴呢？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讲，面子问题很重要。这个四白穴可以治疗什么呢？可以治疗眼袋很大，黑眼圈，它是给眼睛周围供血的这么一个穴位。有人说我光揉这个四白穴可以不可以？还是不行。为什么不行？主要原因是胃经是整个一条经络，它从面一直到脚的次指，就第二个指头，一直痛下去。所以你光揉这个局部的穴位，底下的气血啊，胃经的气血并没有真正的上来。所以要怎么才能真正的把这气血到脸部呢？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敲打法。敲打用十个手指肚来敲打，咱们敲打的这块全是胃经，大家记住啊，这都是胃经，下巴颏上全是胃经。敲打完了以后，光敲打这局部行不行？还不行，胃经啊还顺着脖子往下走，所以要敲打脖子两侧。但是脖子这块有大动脉，敲的时候要轻一点，轻轻敲就行了。敲完脖子行不行？还往下敲，往下敲，把整个胃经都敲。胃经在腿的外正面的外侧一点都要敲，到腿这块肉比较厚，用拳头来敲了。然后中间有根胫骨，胫骨外侧要敲，这都是胃经，把整个胃经都敲了。
这是一个美容的一个捷径，大家每天敲一敲，就会对这个面子工程就很好的一个改善。接着往下讲，整个胃经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穴，咱们先讲一个这个肚脐眼旁边两寸的位置，这个位置就叫天枢。天枢这个穴治疗什么呢？治疗大肠功能不好、便秘、腹泻，它是双向调节。你便秘了，它也治疗；腹泻了，它也调节。这个穴位，如果有肠胃病，尤其慢性结肠炎的这个朋友，这个天枢穴会很痛，有便秘的人也会很痛。这个在肚脐眼旁开，这个二寸，二寸怎么讲？大拇指横着就是一寸，两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就是二寸。胖点的人呢，就往两边多弄一点；瘦点的人往里多收一点，就可以找着这个穴位。再往下走，胃经在膝盖上面两寸的位置，二寸这个位置，大家可以找最敏感的点，这个位置。梁丘治疗什么？急性胃痛。这个有人突然现在突然胃痛了，可能吃了什么不洁食物了，可能是由于生了一口闷气了，造成突然疼痛，要点按梁丘。点梁丘，当你突然疼痛的时候，点梁丘，梁丘会非常的敏感。但你说我是老胃病，经常疼，你点梁丘没什么感觉，它稍微有一点酸胀。如果是急性疼痛，很敏感，而且点这个穴位效果还很快，止痛的效果非常快。这个梁丘啊，是胃经的溪穴，溪穴是治疗急性病的，所以急性问题要通过这个溪穴来治疗。还有经过胃经，刚才看了是经过乳房的，所以妇科的像急性乳腺炎这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梁丘来得到治疗。再往下走，有一个穴位在膝眼下三寸，这叫什么？犊鼻穴。这有一个犊鼻穴，也叫膝眼，叫犊鼻，其实这俩意思差不多。犊鼻呢就是小牛犊那个鼻子，你摸着一个凹陷，像牛鼻子一样。或者是膝盖的眼睛也在这里，膝眼下三寸，大概这个位置，旁开一横指，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最著名的一个穴，足三里。为什么说它是最著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强壮穴，而且也是一个长寿穴。但这个穴来讲呢，大家找时候很好找，大家只要找住这个四个横指，然后在上下左右点一点最敏感的点，那就是你的足三里。不必非拿尺子去量，因为每个人腿长短啊都不一样，胖瘦也不一样，只要找出最敏感的点就可以了。但这个穴这块肉比较多，最好用指节来点，更容易找着那个穴。如果有慢性胃痛的人，足三里就是一个救命的一个穴了，长期揉足三里，把这个痛点给它揉不痛了，效果是最好的。这个揉穴位呢，就像尤其肠胃这样的穴位，有一个小小的诀窍，就是可以先揉肠胃啊，先揉左腿，左边呢对于脾胃的调节更好一点。要是肝胆经呢，从右边开始揉，大家记住这个一点，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是来讲也有些特例啊，大家可以灵活的去掌握。足三里这个穴位呢有很多的功效，它因为它是强壮，它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它又可以补益人体虚弱。另外呢，它也是一个消气穴，
原来说了一个太冲是消气血，太冲消的气呢是消的肝胆之气，足三里消的气呢消的是肠胃之气，比如吃东西消化不良了，产生好多浊气在肚子里，你揉太冲就不管用了。太冲是你生气了，揉太冲才会消气。这个肚子吃的不舒服，产生了好多浊气胀气，要揉足三里。这足三里这时它是肠胃的消气穴。足三里再用三横指往下，这个位置叫上巨虚，治疗大肠疾患的。大肠包括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都在大肠那个范围，所以它治疗大肠方面的疾病。再往下三个横指，这叫下巨虚，是治疗小肠疾患、小腹痛的。比如我肚子疼的位置不在胃脘附近，而靠近肚脐眼附近了，这块就是小肠方面的问题了，小肠不舒服或者慢性肠炎，这个时候呢要揉这个下巨虚，效果是最好的。下巨虚旁边还有一个穴位叫丰隆穴，怎么找？外踝尖儿上八寸，这样三寸、六寸、八寸，大概这个位置，然后它得旁开一指，一定要在胃经的边上去找，不要跑到旁边胆经上去找。穴位我们可以找的不对，可以找的不准确，但是经络一定要找对了，叫离穴不离经，大家记住这点。这个丰隆穴有什么作用呢？尤其对于现代人最有作用，它是可以去除高血脂，所以体内痰湿很重的人一定要揉这个穴位。有一天有一人说我嗓子哑了，找我说嗓子老哑，好像是有东西呼在里面，吐也吐不出来。我说可能是有痰结在喉咙那块了，就给他点按丰隆穴一分钟，马上他就觉得这块开了，哎，这东西什么都没有了，不知道痰化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呢既可以化有形之痰，也可以化无形之痰。你觉得这儿有东西，可是你吐也不吐，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像那个煤核气一样，它也能散掉。如果有的人觉得就是有痰吐不出来，揉了丰隆穴以后很容易就可以把痰吐出来了。所以这个丰隆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痰穴。脾的在那个中医里这个理论当中是脾主运化，运化是什么？就是帮助胃肠吸收，帮助把吸收到的这个食物给它消化掉，然后把脏东西排出去，糟粕的东西排到大肠去，把营养精微的物质吸收进来，输送到血液。所以脾主运化有这层含义，运化到哪里？运化到全身各处。这个脾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脾主统血，刚才说肝藏血，脾还管统血。统血就是说，因为它是管运化的，所以血如果我四肢冰凉，就是血运化不到四肢去，这个总统由脾来统治。所以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差，这个血液就循环不到末梢去。有人会感觉到就是经常头晕啊，就是血上不到头，经常脚寒啊，血到不到足，经常手麻呀，手麻的是什么原因？就是血到不了四肢。所以来讲这脾的功能非常非常重要。那脾经在哪里呢？脾经的循行位置也是在足趾，足大趾，脾经在足大趾内侧。第一个穴位叫隐白穴，
指甲旁这一点，这是隐白穴。隐白穴通常用艾灸的方法。你说现在都没地儿买艾灸去怎么办？可以用香烟来代替，找根香烟来灸一灸这儿，温灸一下，当烫了的时候赶紧挪开，不烫的时候再嘘一下，反复的这样一根烟，它可以治疗什么东西呢？鼻出血，不刚才说脾主统血吗？鼻出血它可以治疗。这个崩漏，也就是例假淋漓不止，淋漓不止，它老有。本来例假应该是5到7天，它呢，一个月它的来2周，吃什么补血的药都不管用，止血的药也止不住。你用这个香烟，这个头来灸这个穴位，效果是很明显的，可以止血。这个是隐白。这个说每条经都要说它的原穴，因为它是发源之地。这个脾经的原穴是什么？这块叫太白穴。太白穴这个脚骨头，贴着这个脚骨头揉就是太白穴。这个缝这块就是太白穴。太白就是通过脾来补肺的这么一个穴。健脾的功能相当于刚才我说的这个山药薏米粥，所以要经常揉太白穴。你说我懒得熬粥，那你就经常揉太白穴。再往下走，这块有个叫公孙穴。怎么找公孙穴？大拇指轻轻往下一滑，哎，这块有一个咳头，这就是公孙穴，咳住你这个大拇指了。公孙穴，公孙穴这个穴呢，如果你要直接按它不好按，教给大家一个按穴的方法，用大指的内侧来捋这个公孙穴。当我捋到公孙穴这个地方，我掐横着指掐它一下，这个穴才能找到。这个穴呢，因为它比较在骨的边比较游离，不在一个点上，你这么一掐才能找到它。找到公孙穴，公孙穴有什么好处？公孙穴这个作用很大，它可以直接通到心脏去。心脏有不舒服憋闷，心脏憋闷有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吃的太多了，吃太多这个吃太多了，这个喘不上气来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揉公孙穴。揉公孙以后，你就感觉到肠子在蠕动，气就往下走了。肠子一蠕动，气一下来，心脏空间大了，喘气舒服了。所以公孙穴可以治疗什么呀？就吃完饭以后肚胀，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三个穴找到以后，其他的脾经的穴呢，咱们就可以一带而过。怎么叫一带而过呢？其他的脾经都在小腿的内侧，小腿有根叫胫骨，都在胫骨边缘。这里有三焦，这里有地基，这里有阴陵泉，我们可以把这整条的脾经都按摩一遍，哪个穴位敏感就多按哪个穴位。它可以治疗什么病呢？有人说我痛风了，痛风是现在来说，尤其是白领阶层在外边应酬多的男士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在西医所谓说的这个什么吃的这东西太肥厚了，有这个嘌呤太多了，尿酸太多了，排不出去。但是来讲，这个痛风这个位置都是从脾经起来的，所以我们要调和脾经，把脾经打通了，痛风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怎么去治疗痛风呢？经常揉小腿内侧的脾经，不用找任何的一个具体的穴位，只要把这条经揉通了就可以了。脾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叫血海，把掌心敷在它的膝盖上，大拇指的位置，大拇指点按这个位置，找一个敏感的痛点，就是血海。为什么叫血海呢？血的海，所以是气血聚集的地方。这个男人主气，女人主血，所以血对女人上非常重要。经常揉血海就可以治疗血症，
是出血症、贫血症、血瘀症、柔血海都可以通畅。这脾经主要几个穴就这个，把这几个穴掌握了，日常的脾虚的症状、脾胃不调的症状都可以得到缓解。下面讲一下心经。心经主要跟情志有关，所以但凡人体的情志方面的疾病就要通过心经来解决。情志包括什么？思虑方面的问题、神志方面的问题、睡眠方面的问题，还有感情纠葛方面的问题，都与心经直接有关系。所以心经是调节心理的一条经络，安定神志的一条经络。心经从极泉穴开始，极泉穴在腋窝中点部位。其实这个穴位功效很多，它可以调节心率，可以治疗两肋疼痛。但是呢，咱们今天主要说它一个特殊的功效，它可以啊探查你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可以预防心血管早期的疾病。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探查呢？用大拇指点按这个极泉穴，然后你拨动一下它，拨动，拨动会发现什么？里边有很多筋，小筋。一拨动这个小筋呢，手指就会发麻，就串过来了，有电麻感。如果电麻感很明显，证明这条心经这条经络是通的，也证明你的心血管的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你拨动它的时候只痛而不麻也不传导，证明心血管有淤阻在里边。还有的人根本就不痛也不麻，证明心血严重供血不足了，需要及时补充心血。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探查心血管功能的一个要穴。这个穴啊非常重要，它可以预防很多显症啊，像这个心梗啊、心绞痛啊，都是一些显症，我们需要提早的去预防它。然后顺着它往下走，少海穴。少海穴怎么找？肘横纹边缘处。这个少海穴呢是心经的合穴，合治内腑，所以它对于心脏整个调节非常有好处。而且它血性属水，心经本身属火的，水呢在这个五行当中是属肾的，所以这个穴位是和肾相通的。有很多人睡觉夜里睡觉老睡不踏实，不是多梦啊，就是睡眠很浅。这在中医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呢？叫心肾不交。心肾不交就会造成五心烦热，很烦躁，老踏实不下来。这个穴位呢就可以交通心肾。另外来讲呢，心肾交通了，人体的气血就很平和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也可以减缓心率，还可以降低血压。再往下走，腕横纹上1.5寸这块，大拇指就是1寸，然后再找个半个大拇指，1寸半这个位置可以揉。这摸到底下就有一个骨头，贴着骨的边缘去揉就可以了。这个穴呢灵道，灵道最大的功效是可以防治，可以预防房颤，心脏的早搏。说这些东西对于很多长期有慢性心脏病的人来讲就很非常重要。这个穴位平常一定要多揉，进行一些保健啊，叫灵道。灵道呢
还可以减缓心率。而现在正心跳过速了，赶紧点按铃铛，心跳会缓慢下来，心里会平静下来。所以铃铛有这一个作用。有的人心里很烦躁，坐在那里坐不住，如坐针毡，就是心老上火，要点按铃铛，就起到这个平静心神的作用。再往下走，腕横纹上0.5寸，也就在腕横纹这块，这个地方呢叫阴溪穴。有的人睡觉的时候手脚心发热或者出汗，中医讲的这叫五心烦热，睡不踏实。一烦热了呢，就老想起来起夜小便，其实也尿不出多少尿来，烦热呀，急躁，完了就小觉得小便就有小便了，就起来，这样一宿当中可能起来4-5次，睡眠也受到影响了，而且这样的人通常夜里也会出汗，很烦躁。这个阴溪呢，是专门治疗五心烦热、小便频数。由于五心烦热而造成小便频数的这些穴位啊，都在骨缝当中。点按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指甲削平，然后有点往里掐的这个动作，才能摸到这个穴位。再往前，直接在掌横纹上凹陷处，这个叫神门穴。顾名思义，神门就是安定心神的一个门户。整个心经都是用来安定心神的，但是神门来讲，安定心神的作用更强。通过刺激神门，就可以增强你的睡眠。在临睡觉之前点按神门，通常就有一种困意就会袭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其实它有机理在里边。什么机理呢？因为这个穴呢是这个穴是原穴，原穴血性属土，五行当中有一个叫火生土，就是心脏，土在五行当中属脾，就是心脏的血液给脾胃及时的供过去了，减少了心脏过多的血液给脾胃及时的补足血液。睡觉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胃不和则寝不安，就是我睡觉的时候，由于我胃肠的供血不足，我这块消化力不足，会腹胀，会引起睡眠不好。通过按摩神门呢，就把心脏多余的这种烦热、这种过多的这种气血补到脾胃上去，让脾胃气血充足，增进了消化的能力，睡觉也就安定了。然后也同时把心火泄掉了。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有些人需要吃马丁啉，需要增强胃动力，胃动力不足，就是想吃东西，可是刚一吃一口就觉得消化不了。这个不是脾胃本身的问题，是心脏给脾胃供血差了，也就是所谓的胃动力不足。点按神门穴，把心脏的血液转到脾胃去，用中医的一种方法也叫做导引之术，把你过多的气血的地方转到你相对气血少的地方去。当你50岁以后，就要及早的多按神门穴，以防止老年痴呆。这个老年性痴呆呢，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要及早的去进行防护。而且这个神门穴还有一个好的作用，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治疗晕车。有人一上车肚子这儿就不舒服了，为什么呀？肠胃功能弱的人经常会有晕车的问题，因为消化不下去，浊气上来了。这时候点按神门，我刚才说这个机理了，就是把过多的血液给补到这个肠胃上去，让肠胃安定下来，气血充足了它就安定了，所以就可以治疗晕车症。你通过按摩这个神门穴，
也可以增强大便的力量，通便的这个功效也有。所以神门有这么多功效，一定要记住神门这个穴。但神门这个穴很深，一定要掐它。或者另一个方法，就用大指的指节内侧各它也行，去各它。再往下说，这个有个穴位，这个穴位叫少府。少什么意思？少指少阴，也就是说心脏叫少阴。所以少府呢，就是心脏的府，是心脏的脏，心脏直接可以调节心脏的这么一个穴位。少府主治什么呢？主治先天性心脏疾患。如果有先天性的心脏问题，一定要经常按摩一下少府。而且按摩少府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少府是剧痛的，经常轻柔的去按摩它，以增强你心脏的功能。少府这个穴位就在这条感情线上，怎么去找？咱们把这手轻轻的攥拳，不用攥得很使劲，小指尖对的地方就是少府大概的位置，在它附近掐一掐，找到最敏感的点。少府还可以治疗啊，阴道瘙痒，妇女的阴道瘙痒，男子的阴囊湿疹，少府都可以治疗。少府呢是心经的火穴，所以一切心经的湿热症、火症都可以通过少府来调节。有人说我这个舌尖上起了一个泡，但是说心火盛了，但我小便黄赤，就心火下不去了，通过揉少府就可以把心火降下去。同时呢，少府还有一个什么功效呢？有的人说我这个突然中风了，说不出话来了，这时候呢经常揉揉少府，可以有叫什么，叫防治暴阴，这突然的说不出话的这种功效。但时间很长了，效果就不明显了。当时出现的问题，及时按摩这个少府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心经的最后一个穴叫少冲穴，在小指内侧指甲旁，在这里的位置。少冲是井穴，井穴都治疗急症、热症，发烧了，急性的像什么癫狂症啊，什么昏厥症啊，它有开窍醒神的功效。但通常呢用放血的方法，用三分钟刺一滴血挤出来还是有效果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去热。下面讲这个小肠经。小肠经的起始点在哪里呢？从小指外侧的少泽穴开始，到耳旁的听宫穴。小肠经这条经呢，根据它的循行走向，大家可以看到它主要是治疗肩背、颈椎、脸部、耳朵，它的循经走向就是它所主的病症。从第一个穴位开始，它是少泽穴。少泽穴呢，凡是在指端末梢这些穴位，都是一些井穴。井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井是源头的意思。这个穴位开始是从井里而发。这种穴位治疗什么病症呢？治疗热症，所以通常呢用刺血的方法效果是最好的。比如像这个少泽穴，我咽喉痛、发烧了或者牙肿了，用三针针点刺一下少泽穴，出一滴血，这些问题就可以当时缓解。但是来讲，这些穴位不太适宜按摩，按摩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上面这个穴位呢叫后溪穴，这块有个掌横纹的末端，然后贴着这个末端往下一按，有一个凹陷处，紧接着往上一推，往上一推，推到骨缝，这个叫后溪穴。后溪穴是人体的一个大穴，别看这个位置那在一个很小的一个位置，但它是人体一个大穴，它是八脉交汇穴。所谓的八脉交汇穴是和人体其他的穴脉可以沟通的。它是和哪里沟通呢？跟后背的督脉相通，所以来讲后背的督脉上的一些疾病都会通过按摩这个后溪穴可以治疗。督脉有什么病？腰椎间盘突出、腰痛病。督脉呢而且连着大脑，所以有一些神志方面病，就是经常恐惧忧虑啊，这个神志不清或者记忆力很差，都可以通过调节后溪穴来得到解决。所以后溪穴这个穴位非常重要。另外后溪穴对于治疗落枕、肩膀痛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穴位呢比较深，需要把指甲绞平了，然后使劲往里先按，然后往上一推，一定要推进那个骨缝当中去才有效果。后溪穴，后溪穴再往上走有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叫养老穴，顾名思义，养老穴呢就跟老年人关系比较密切，就治疗这个眼睛昏花、耳朵听耳鸣、耳聋这些问题。所以养老穴呢对于老年人我们的父母来讲是尤其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一定要把养老穴找准。养老穴也很好找，咱们去找养老穴，把手放平啊，手心朝下，我们用手指食指肚摸到这一个高骨头啊，这骨头呢名词呢叫尺骨茎突，开始摸在骨头上的，这么一转就我们的手就凹陷下去了，摸到里边的一个凹陷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养老穴。养老穴是献给父母的一个穴位，可以防止眼花、耳聋，还有老年人的高血压，这个穴位有很好的辅助的疗效。所以这个养老穴呢我们一定要记清在这个位置。再往上走，在腕横纹上5寸，这里支正穴，这个位置呢在侧面，小肠经都在侧面，大概是这个位置。这个穴位叫什么？叫支正。支是旁支的支，正是正统的正。这个五脏当中谁为正，都把心脏作为君主之官，它作为正。支正呢就说小肠经通到心脏的经络的穴位，所以它叫支正。而且另外一方面，心脏与小肠是相表里的，它们俩是可以相互通的，所以这个是小肠经与心脏之间的一个络穴。络穴是联络的意思，它是一个络穴。支正穴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它治疗什么？它可以治疗人体的赘生物，就说我长一个猴子有了扁平疣了，这是什么原因？大家不清楚，不清楚也不必要找得很清楚，只要按摩支正穴就可以解决。其实有人说了，想把这个医理搞得更明白一点，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赘生物？这些赘生物呢在中医里边讲呢就叫痰核、痰结，就是湿气结在一起结成这些东西了，叫痰湿所结。另外一方面有气郁之症，就是生了一些气，
然后体内的痰湿凝结成这些赘生物，还有脂肪瘤也是这些东西，都是人体的一些痰结。通过按摩这个支正穴会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呢？因为支正穴呢，就是可以从心脏那里吸取一些血液和能量，然后冲击小肠经。小肠经人体的消化功能不好，就会痰湿，就会消化不出去。如果小肠的功能增强了，痰湿能够被及时的化解掉，就不会产生这些赘生物。所以支正它就可以化解体内痰湿的赘生物。然后再往上走，在尺骨鹰嘴与肱骨内上髁之间，用手一拨动，一拨动手指就会发麻，就找着这个穴了。有人说我手指怎么拨动也不发麻，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你这条经络已经有点虚弱了，气血不通了。什么原因呢？心脏供血能力差了。所以小肠经呢，也是心脏的一个晴雨表，小肠经传导差，就证明心脏供血能力弱。这小海拨动它，增加它的传导力，也可以增强心脏的力量。小海穴是这条经络的合穴，中医讲合治脏腑，就是说合穴可以直接治疗本经的脏腑，等于它可以治疗小肠本身的脏腑的问题。所以按摩小肠这个小海穴可以调节小肠的功能。有人说我消化能力弱了，这个吃完饭以后不消化，堵在里边了，揉少海穴，小海穴可以增强人的消化能力。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小海穴呢是合穴属土，本身小肠经是属火的，火能生土，它是把本经的火气散掉，散到哪去呢？散到脾经上去了，所以它可以增强脾经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呢，通过揉这条穴可以去人体的燥火，人体的火症都可以从这一条经散掉。人体有什么火？循经而走会有牙痛，心火上来，有人为这件事情着急了，就会上火，牙会痛。由于心里着急引起的牙痛，就要揉小海穴。有人脸甚至肿起来了，也要揉小海穴。这个上火有时候会突然的上火了，一着急上火了会发生耳鸣，也可以揉小海穴。所以小海穴的功效还是很大。通过小海穴往上一走，在后背这块有一个穴位叫天宗。天宗这个穴是一个大穴，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在后背的肩胛骨的凹陷处，用手一点很痛，而且会传感到这个整个肩膀酸胀的感觉很明显。这个穴位可以防治妇女的乳腺的问题，而且防治肩膀酸痛，防治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防治肺部方面的疾病，都有很好的作用。说完天宗，再说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就在耳朵的耳，这叫耳屏，耳屏的前边一厘米的位置。这个穴位怎么找？我们张口的时候它是凹陷的，就找到了，一张嘴它凹陷的，这就是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叫听宫，听到声音，宫是什么意思呢？宫是中国文化中五音的首音，叫宫。听宫就是我们这个穴位可以听到声音。隐意是什么呢？隐意就告诉你这个穴位可以治疗耳部方面的疾患，耳聋、耳鸣、听力下降都可以点揉听宫得到改善。
膀胱经最大的功效是它的排毒功能。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排毒通道，大家在外边的健身中心经常看到在后背拔满了罐，什么目的呢？就是把身体内的毒素从膀胱经排泄出去。但是拔罐呢，一定要顺着膀胱经拔。后背主要的穴位都叫腧穴，腧是什么意思呢？腧是通道的意思。是哪里的通道？是脏腑、五脏六腑和体表之间的通道。所以来讲，五脏六腑的毒素可以通过腧穴排出去，是所以是排毒的最直接的方法。膀胱经在什么位置？后背，先说后背吧。后背在中间督脉，也就是中间脊椎骨旁开 1.5 寸到3寸都是膀胱经所主。它的一个循行走向呢，是从头走足。头呢，咱们先找这个它的起始穴，叫睛明穴。睛明穴呢，顾名思义是使眼睛明亮的穴位。过去咱们做这个眼保健操，第一个就是按揉睛明穴。而且很多人就是比如看看书疲劳了，上电脑疲劳了，都要用手啊情不自禁的就去揉一揉这里，就觉得很舒服。其实这就揉到这个穴上，但是这个穴呢，其实来讲很深，如果要它真正起到它实际的那种应有的功效，就注意揉的方法，怎么去刺激它。最好的方法呢，是要把指甲绞平，用这个手按住头中指，按着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就在这里，在鼻的根部，这个穴位很深。方向呢，就用中指奔这个手按的头这个方向走，啊，这么摁，哎，摁的时候可以揉一揉，但是不要过力，过力容易触伤眼睛，要揉一揉，才能揉到这个穴位。也可以两边同时的揉一揉。这个穴位呢，如果要是被重视起来，经常的按摩，真是可以很好的预防近视眼和眼部疲劳。这个穴位是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刚才说到背腧了，背腧穴，背上的腧穴很多，但是来讲咱们没必要都掌握它。常用的又非常重要的，咱们可以选几个穴位。这是肺腧、厥阴腧、心腧，找的时候可以用手点按，哪个穴位敏感就可以多刺激哪个穴位。刺激的方法可以按摩、拔罐、针灸，还有刮痧。当心里堵闷的时候，轻轻刮痧，通常在厥阴附近会出现黑紫砂，然后这个感觉呢，胸里边就觉得氧气很充足了，呼吸很顺畅，后边一旦缓解了，心里也痛快了。而且这个穴位呢，可以预防心梗、心绞痛、冠心病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再往下找，这里有肝腧、胆腧、脾腧、胃腧，咱们主要说一个肾腧，因为肾腧是治疗腰痛的要穴。肾腧穴呢，其实这穴很好找，当你腰痛的时候，腰酸腰累的时候，大家用就愿意用手顶着这个穴位，其实这个穴位就是肾腧穴。但是你要是具体去找这个穴位还不太容易找，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站起来，你胳膊肘垂下来，肘尖儿这个位置大概齐就是肾腧那个位置。但是有的人胳膊长，有人胳膊短，所以这个不是具体的位置，只是做一个参考。所有的穴位都不要拿尺子去量，那你找不准。
你要拿身体的感觉去量。当你这个肾腰酸的时候，觉得肾脏虚弱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会有些反应。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拔罐点穴，这个穴位呢比别处更加敏感，这个穴位就是你的肾腧穴。所以这么去找穴。肾腧穴说完了，再往下走，找委中穴。委中穴其实非常好找，把膝盖弯曲，它正好在中间，委中穴。这个穴位很深，按的时候呢要有些方法，用大拇指这边点按，那个手呢攥住这个人的脚脖子，这手不动，这样这个穴位就敏感也找到，很深。委中穴有一句歌诀叫做腰背委中求，腰有问题，背有问题，腰酸背痛，找委中，委中求嘛，可以点按委中。所以有些人说腰肌劳损腰酸了，你点按委中都会得到即时的缓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而且委中穴还是一个排毒的出口。如果说膀胱经整个这条经是排毒的通道，那么委中穴就是一个排毒的出口。所以古人经常在这个地方用刺血疗法，放出点血来，把里面的毒素释放出一些来，这就是委中穴。再往下走，找到腿肚子了，在腿肚子边缘的位置，哎，腿肚子一绷起来，最下方有个穴位叫承山穴，能承受一座大山，所以可以说呢它也是可以治疗腰腿痛。而且承山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功效，就可以治疗这个痔疾，也就是说痔疮。所以对痔疮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如果有轻微的这个痔疮，经常的揉揉承山穴就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可以预防。这个承山穴啊，旁开三个指头，往下再下两横指，旁边有一个穴位叫飞扬穴。飞扬穴这个穴位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尤其对于现代人经常的坐在那里啊不动，会产生腰酸背痛，尤其是慢性的腰肌劳损人很多，慢性腰痛一定要找飞扬。当你愁眉苦脸的进来的时候，经过人给你按摩完飞扬，你就可以神采飞扬的出去了。所以这个穴就是这个意思，就可以让你刚才垂头丧气现在变得神采飞扬。这个穴位很重要，是治疗慢性腰痛的要穴。再往下走，在外踝后侧有一个凹陷，这里面呢这个穴叫什么呢，叫昆仑穴。昆仑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除了治疗这个腰痛，它也治疗腰痛，它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它可以降低血压，对降压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经常的拨动这个穴很深，你用手可以拨到里边有筋，你可以拨动这个筋，经常拨动这个昆仑穴可以降低血压。还可以有什么功效呢，它可以增强大肠的蠕动，所以可以治疗便秘。当你拨动这条经的时候，通常你就会产生便意，就想上厕所了，所以开会的时候别拨这个，反正等会你还得上厕所去。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在外踝骨的边缘有一个穴位叫深脉，伸展的伸的右半拉，
申请的申，申脉其实就有舒张的意思，就伸开臂膀的意思。为什么叫申脉？我筋都攒在一起了，把脉伸开就起这个作用。所以这个穴位呢也是治疗腰痛的要穴，但是它通常治疗哪块的腰痛呢？治疗胯骨两边腰痛效果是最好的。再往下走，这里有个穴位叫筋门穴。筋门穴是治疗急性病、急性腰扭伤、急性头痛的要穴。这个穴很深，要用指节来点。这个穴位有什么作用？这个穴位专门治疗急性的腰腿痛，比如现在急性腰扭伤了，腰闪了，这时候你按飞扬效果不好，要按筋门穴。为什么它治急性呢？因为它是这条经络的溪穴，溪穴都治急性病。讲完这个，带手说一下最后一个叫至阴穴。至阴穴在脚的小脚趾的外侧指甲旁。这个穴位呢，古人一直流传下来一个经验，就是用艾灸的方法，它起到一个转胎的作用。